اكشن. اسمع خالتك،我只是想跟你说，不管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，不管其他人怎么说，我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你知道的，那你就不要拒绝我，不要再重复同样错误了。我是一个错误吗？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。我是不好好的吗？不要再这样了，你知道的。昨天早上你去了哪里？我们不是一起开车过来的吗？我们一起在家里吃了饭，然后过来的。
你要干嘛？为什么你又拿起来？为什么？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可不可以好好说话？把枪放下。所以你昨天跟郑刚做什么？你跟他？你说，所以你们昨天到底去了哪里？你还爱我吗？可不可以回到过去？哇！好看，好。